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天再介绍的疗剂呢叫做毒野草，毒野草、Poison Weed， 学名就 Wyvia Helenoides， Wyvia Helenoides。 这个一个疗剂呢是主要应用呢是敏感的，有些喉咙那些问题，可以遇到花粉热的敏感的症状。它主要的关键的症状呢就是上颚好痕， OK， 上颚好痕痕到呢你成日就想去拿条脷去顶它下去，去撩下它撩下它这样的。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些问题花粉热那个咽喉炎或者敏感性的哮喘呢，咁而你感觉到个重要的关键的症状呢就是上颚好痕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呢，你个疗剂呢就是毒野草。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